像金曲奖主持，就会跟自己说啊，好像哪里可以更好，哪里可以更好。他跟台湾乐团落日飞车飞车最后一次主持了哈、哦，也没有到沮丧啊，应该就会觉得说，我想想那是什么样的情绪，就觉得啊，可惜，惋惜，就某些地方可以准备的再更好。低落的时候，老婆会帮你安慰你。哦，绝对会啊，这就是老婆最大的功用。有啦有啦有啦，还没有，还没，应该还没有，我等一下问他。对，没有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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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据我所知是没有，但是会先小。据我所知，啊、旁白哥爸爸韦礼安亲曝老婆肚皮进度，还在纠结金曲主持被虚。你会在这里啊？我就是因为没有去看 Coldplay 的演唱会。如果有的选的话，我也想要选择去看 Coldplay。是韦哉、韦礼安选在音摇天团 Coldplay 高雄演唱会周末两天在台北小巨蛋开唱，还是会捧场座无虚席呢？更猛的是，嘉宾除了陶喆，还请来台摇天团呢、啊。诺言背叛诺言，刀子背叛缠绵，此地心动我却看不见。我完全很痛狂的原来情麻木哭泣的我，我很怕变，你是否也有这种感觉，你的出现会为我带来那种巨变，别说见，如果我这次也难你心愿，就只求下手这歌唱的好听，演唱会成功，殊不知他扛了些心事不好说了呀。这要怎么分享呢？比较多是工作上面，工作上面、就是、全部说出来。啊，全部。这歌也很受欢迎啊，然后演唱会都秒杀。对对，所以就是有，所以一言难尽嘛。就是大家看到说，哦哇，你过得很好。我说是啦，但是可能我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，比如说像金曲奖主持，就会跟自己说啊，好像哪里可以更好，哪里可以更好。徐佳莹，目前都还可以吗？会尴尬吗？有一点吗？没关系，我保持着我不尴尬，尴尬的就是各位的心态。他跟台湾乐团落日飞车飞车最后一次主持了哈、哦，也没有到沮丧啊。应该就会觉得说，我想想那是什么样的情绪，就觉得啊，可惜，惋惜，就某些地方可以准备的再更好。事过境迁，就是说哦，第一次主持嘛，就是没有，总是会需要一些经验。但是还好有主持金曲奖，我觉得这次的演唱会受惠于主持金曲奖蛮多的，就是整个人在舞台上面好像又可以更放松。低落的时候，老婆会帮你安慰你。哦，绝对会啊，这就是老婆最大的功用。有啦有啦有啦，还没有，还没，应该还没有，我等一下问他。对，没有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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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现在据我所知是没有，但是会先小。据我所知，我只是开玩笑，他也觉得没有啊，据他所知也是没有。三立娱乐新闻，还是会好好享受两人时光这样子。报道。